东欧，这也不像乌克兰什么的，对，发达一点。波兰吧，好吗？咱选波兰好不好？应该是罗马尼亚之类的。这个那就有 VOL 的，那这个不就是，这感觉像德国奥地利吧，定 Hamburger 吧，好吧，克里斯Hamburger 啊，我猜对了。你是个天才，干嘛呀你，你是个天才，妈妈是个天才。莫斯科 City 吧。好的，对，你看他们长得就是墨西哥人的脸啊。我不说话了啊，耶，我不说话了，我赢了。好了，悠悠盖世，这是哪呀？这是韩国，这是韩国或者日本吧？日本，我的感觉是在哪呀？日本，东京附近吧 ，guess。哦，赶紧再猜，还有两次机会。京都在哪？京，我就不说话了。这样，还可以再看。那你可以省着这条命。嗯。除非你要被挤下去了。我要被挤下去了。啊，还有一个人。在哪呀？堵那个人去啊。在福冈。哇。哇，你好险哦！你差点被挤下去了。第一轮妈妈去过的日本。这是什么？这种奇怪的草是在赤道附近吗？你看太阳方向。太阳在这边。啊，南半球啊，南半球，那就猜澳洲吗？澳洲没那么烂呢。快点，时间。选一个吧。9000公里。就很远是吧？嗯、那可能 South Africa， 随便猜一个。15公里，还是被挤下去了。啊，15公里，这样，啊，没了。还有一次机会，还在猜。我被挤走了吗？哦，好近啊，你那边北方的那个。哇，他们怎么猜得中？好，我输了。好，玩个对决吧，玩个对决。嗯，右边那个。这个吗？嗯。Countries 你应该不行，你要精确到国家。嗯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像是欧洲。嗯，你可以先发制人。欧洲 ，Europe， 可以选多少次啊？一次。真的选一次？嗯，看你们谁进了。嗯，看看，这比较一马平川的。那我可以选 Hungary 吗？我不做评论。嗯，这有点像我们的，那就选这吧。你选乌克兰啊？在哪呀？意大利。哦。南意。好。这个是法国吗？为什么？我感觉看你玩过啊。对对，是法国吗？不做评论。嗯，看不出来。哎，烦死了。嗯，法国在哪儿啊？法国。啊，选一个吧，随便 guess。这是哪？芬兰。啊，那我是不是输了呀？你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关。这又是哪呀？不做评论。啊，这一马平川，一马平川，这是不是非洲啊？又不是，这是细叶啊，细叶那就高，又高又一马平川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不像欧洲啊，又高又一马平川，那是 South Africa 算了，这样，好不好？
们就这样。这盘可能有戏，我感觉，对吧？又平，哎，可是它又细，细叶，细叶子应该是高的。这盘有戏，我就说，在哪儿你都不看，在哪？得搜索吧，你都不看，答案在哪儿？你看人家选哪儿干嘛？这是一个湖，这是一个黑的，这个人他们像什么人种？印度吧。印度、斯里兰卡，这么多湖，应该是斯里兰卡。这湖好干净。韩国干嘛？斯里兰卡在哪呀？斯里兰卡在哪呀？斯里兰卡 Cambodia。你先找到印度好吗？印度在这儿啊，斯里兰卡，我觉得在这儿。Bangladesh， 孟加拉国。啊。哇，你靠自己实力做的耶，很棒哦。回血。这有山。这是什么鬼？ 有个奇怪的人，看不出啥呀、啊。很多峡谷，很多山，高高的树。他选了，你得选。欧洲吧，是不是欧洲？我不做评论。我感觉是。呜、哦，妈妈好厉害，国家都选对了，国家都选对了。啊、哦，妈妈好厉害啊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不是日本呢？这看着像日本啊，这感觉是日本。你看有游客啊，不对，泰国，印度吗？印度的马路，印度哪有山呢？哪都有山，随便选一个。哪儿没山呢？印度。选一个，我感觉像是印度。这山也不高，这南边吧，这树也还行，我还能再选吗？不行，买定离手。那我感觉我应该选这边，靠近这边高的。哦，你反败为胜了。哈？你反败为胜了？你看是哪里的案？我赢了，尼泊尔。不对啊，这不是尼泊尔，靠近尼泊尔。你要看答案，你要在第一时间看看答案。我赢了。对，我没有帮你吗？那个人比你级数高，好像。嗯，是 ，exactly， 应该是比你级数高。啊、哦，对。Gain summary， 看一下。那你的意思是你的级数比我还高？哦，还能看，还能看。对，在哪？在哪？靠近尼泊尔的地方。不丹。哦，不丹。哇靠！ Okay. 你直觉很好啊。啊。你有天赋啊！以前地理还不错吧？对呀、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嗯，我感觉看出来了。啊、妈妈好厉害、啊。我只是运气好，能看到人种的话，那就比较好选。不是那个西班牙，那个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那是直觉感觉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啊，不来了吧？再来一个吗？为什么呀？你玩的挺好的。我想跟我儿子在一块，真我还东西没买呢。嗯。好，今天 I see 又是一个 Uber Eat Day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就高兴。这北欧对吧？这个北欧，这是北欧。我能提个醒吗？什么东西？这个地方可能说丹麦语。我不管他说什么丹麦语，那 Sweden 嘛，我感觉，是不是？我不做评论。我先讲。这是什么呀？格陵兰岛。哦。说丹麦语的。嗯。你别提醒我啊，那我赢了有什么意义？不提醒。这个看不出来，这是高纬度的细叶子的地方，加拿大，是不是加拿大？看不出来啥玩意儿。雨水多吗？那我不管，我先选个加拿大。雨水多选。那边可不住人啊，那边可不住人啊。哪住人啊？这哪里是加拿大呀？是加拿大，但是不住人。选一个。你那纬度太冷了，你那个地方不住人。芬兰，那我不是死了吗？还有一条命，上次也是这么玩的，你又回来 ，come back victory。哎，这里有个字儿，说英语的 ，domo come Chris 什么340点什么电话，英国吧。你再看看这个基建好吗？我等一下，我先把英国选上。英国在哪儿啊？英国、爱尔兰、United Kingdom， 选一个郊区点的。不是，你先看看这个郊，这先看看这个基建。你看这个地，你就选了。啊，他们说英语的呀。你看太阳方向，你看这植被。
植被，这跟英国还挺像，这像英国是什么？对啊，这欧洲啊，这什么地方？在赤道附近的植被怎么会是英国？对，气死了！那个太烂了，怎么可能是英国？英国是很精致那种感觉。那他们郊区还是他，还是他？他搞我呢吧？这个是印度吗？这人，这小孩我看一眼。嗯，这印度，这应该是印度。这样又是个学校旁边。哎，印度在哪？印度在一个学校旁边。没有山什么的，先选一个吧。一般都在新德里。New Delhi。首都。一般 Google Map 都在首都。OK。这是左行，是相反的 V I。这是右行啊。Los Angeles 看不懂啥玩意儿。右行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不会呀，我靠！西班牙语区。那我整不懂啊，南美洲吗？嗯，点，时间有限。点去里吧。去里。安真亲呐。去里都是山。啊。那么平，肯定是阿根廷。这什么地方？我又没玩过，这是欧洲吧？你这个地，这种是欧洲，还在外边晾衣服，那是不是东欧啊？是不是东欧？我感觉像是东欧，有可能。东欧，这也不像乌克兰什么的。对，发达一点。波兰吧，好吗？咱选波兰好不好？是罗马尼亚之类的。那我可就不知道这区别。因为那个杆子，你看那杆子是匈牙利的杆子。是吗？哦哦！这，他去匈牙利去了。他跟我一样，这一看就是韩国，韩国首尔，这一看就韩国。哎呀，不用看了。确定不是日本吗 ？Nope，North Korea。首尔在哪？你上面。首尔哪个地方？左边上。这个吗？你去北韩干嘛？哦，朝鲜了，你去。哪里啊？首尔。哎，北边接近朝鲜的地方，谢谢。So， 再去。耶，这居然是日本，这是你去过的那个地方呀？这居然是日本，大阪吧？那是，应该是。违规交通，这个你可以的。台湾，什么话不多说了，先选一个啊。台北在哪呀？你觉得呢？台北在南边吗？太刺激了，刚刚波兰那题太好笑了。天，在桃园，这是什么地儿啊？又有沙，这是海吗？你可以先不要，你先可以不要选，先看清楚嘛，四周看一眼。那这个就，那我也选格陵兰岛行吗？你可以先看一眼。海的那边，我看了呀。你都没有转360度看一眼，是不是有房子？我先选啊。哦，你看是在这上面，只是我地方选的不对。格陵兰只有那儿有人。哦，那我弄都没弄，再来一遍，看一下还是不是他。好玩吗？你觉得？主要吧，他整了我。啊，这个是 Brisbane Hi。真的吗？对 ，Brisbane， 这是个 Brisbane 的。30 minutes， 这个是欧洲，这一看就是欧洲吧？奇奇怪怪，这意大利语。对，我也觉得像意大利。他们那个头发什么的，这一轮给你，那我就选罗马吧。这么偏的地方，罗马，你知道是意大利最多人的地方吧？这样吗？你看这个宁静的小镇，像罗马吗？那佛罗伦斯吧，佛罗伦斯人也很多呀，并不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难易。好，再看看。Volkswagen 那就有 VOL 的，那这个不就是，这感觉像德国，奥地利吧，这感觉像德国。这什么呀？这什么地方？ Mongolia。 France 德国在哪呀？ Germany。 Berlin Hamburg 吧，好吧。这感觉游客挺多的，哎，像是游客多的地儿。
还有集市。我可以给你提个建议吗？你先这样看完，你再去。我感觉弗兰克林。Hamburger， 哎我操！对呀、啊，你是个天才。干嘛呀你？你是个天才，妈妈是个天才。你别逗我！哎呀，真是个。还，我天啊，这能看出啥玩意儿啊？哎，这个人口很多哦。对啊，身上还有这么多，这么密集，这看着像中国大陆啊！我天。嗯。我能选中国吗？它一般会有中国吗？没有。北方城市没有，没有中国。那你可以选吗？你选吧。我选一个中国的北方城市，西安吧。我感觉西安没有这种山的，西安是那个什么呀？你确定不是美国之类的吗？北方又有山。哦，俄罗斯，俄罗斯，俄罗斯集体主义也是这种房子的。对呀，这一看就是北方又有山，对，的确应该是他们那儿，不应该是西安。这是什么呀？有湖。这是什么呀？右行，这是正常行走的呀。那山，那这个是不是美国呀？我感觉像美国，美国又有雪山，那是不是靠近？车有点烂哦，车有点烂。车烂又有雪，加拿大呀。车烂哦。车烂又有雪山。基建也不行，我猜啊，我猜阿根廷。你不要基建啊！我猜纬度高，我不管。纬度高，哎呀，我天！你猜阿根廷那南部，嗯、啊，对，那南就南往南走，往南走，嗯、走点，这样吧。不对呀、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怎么这样啊，你这人！我不听你的，你闭嘴！哦、我闭嘴，我闭嘴。你我这疯了，这神经，你更跟我搞的，这什么呀 ？Cat， 这是英文吧？这也看不，看不懂的英文，啥呀？感觉是欧洲。看不懂的英文就不是英文。我觉得这是欧洲。这是什么欧呢？我感觉像东欧。东欧啊，哎，点个乌克兰吧。乌克兰用这个英语字母吗？那我也不知道。左行的呀，印尼吧。哎，对对对，这是热带的，我天！哎呀，对，那植被是热带的，我已经。幸好是加靴。马来西亚，你看是哪儿啊？你老是不看是哪儿？嗯。耶，哎，这一看就这，要么就是。这什么地方、啊、新加坡。对，这种地儿感觉像新加坡、啊、哇，对对对，我认可。那新加坡在哪呢？马来西亚上面。马来西亚不是，这印尼了。Indonesia， 你能找到新加坡吗？上面是哪上面是马来西亚，看到没有？新加坡左上角，左上角、哦、新加坡不是、嗯、新加坡很小，所以你不能乱放在海中心啊。哦，你就死了。本来你放好的话，你多入迷一下你就赢了。主要是我不知道这些国家在哪啊，所以这个地理来了个日本人。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，这应该就是日本。或者为啥来个日本人就是日本？这台湾呢？这台湾吧，大城、啊、而且还是南边。南边的话它那边不会去什么嘉义、台南、花莲吧？先给它整个花莲。种你放海里干嘛？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放海里。花莲县，哎，不能再放了吗？都说只有一次机会，就是对战，它不是鱿鱼游戏。哦。Round two， 这是什么地？你要等到那个时间过去了才能动。细叶子。有大叶子吗？没有，所以纬度较高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你放远一点，会走得快一点。这啥？那么平的房子，降雨少呗。也不是。单机就行了，不用双机。这感觉，拉什么啥玩意？西班牙语吗？
不是啊，这好烂啊！哎，这什么字儿？看不到，算了，这看不出来啥呀 ？Stop， 还讲英语呢 ？Stop， 不一定只有讲英语才用 stop 啊。看不出来这什么字儿？嗯，那个很重要哦。哦哟，这啥？哦，葡萄牙或巴西。嗯，到底葡萄牙巴西呢？葡萄牙吧，嗯，感觉有钱一点。这样吧，不能再选啦。都说只有一条命，买定离手。那我还近点呢。嗯，不过妈妈更近。这是什么呀？矮的平的，妈妈该不会爱上了吧？这游戏。嗯，那倒没有，这感觉看上去，那这是不是南非呀？南非左行哦。那这就美国呗。美国感觉地广人稀的，上北下南，南边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在哪儿啊 ？New York， 那个什么地方在哪儿呀？是炸鸡的在哪呀 ？KFC 吗？Kentucky 吗 ？Texas 之类的吧。我觉得是加拿大，这个路比较好。是吗？嗯，路好的一般在加拿大。嗯，是在加拿大，没错。美国的路烂一些。就，耶，我反而还近点。这都是啥玩意儿？棋逢对手了。这什么呀？杂草，杂草能看出是什么鬼？单击谢谢。你不能这时候点不到，你得慢慢移。键盘也能用啊，是在走不动的时候。这看的什么鬼？啊，旁边，你刚刚路过的牌子是不是 ？South North 看。说英语。Department of U.S. 关岛，太平洋中心，关岛是吗？澳洲上面，澳洲上面。澳洲在哪？澳洲上面。海中央，关岛。这个吗？不是。Hawaii。没那么远，澳洲正上方，关岛，在海里，在上面，在上面。你怎么知道？它上面写的关呢？啊、他写的关岛啊 ，G U A M， Healing， 一大片草坪，前边这个是日本或者韩国。日本体比韩国低多很多，韩国不长这样一般。那这应该是日本的，或者台湾，日本，我选个静冈吧。韩国民宅好像没有那种传统的。静冈在哪儿啊？记住我看，我选个静冈吧，再看看。下面一般有城市的那个地名，看不着。哎，没有，干什么的？不知道。那他应该懂啊，他咋还说他日本人？因为你的时间给他不多。这是什么地儿啊？看这样，这什么呀？乱七八糟的语言。这个南美洲吗？人口又多又那啥的，治安也不大行，全都搞这么治安不大行。什么地方？墨西哥吗？是不是墨西哥？看太阳啊，因为墨西哥在北美，看不到太阳，没有太阳。有亮的地方，天上。看不出来啥玩意儿，他们长得像墨西哥人。但是太阳在北边呢，你确定吗？莫斯科 City 吧。好的。对，你看他们长得就墨西哥人的脸啊。我不说话了。啊。耶。我不说话了。我赢了。平平无奇，小天才罢了。第一小天才。
sorry， 不笑了，不笑了。呱呱，当年你妈弟弟也是好的很。哎呀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来，家里最厉害的原来是你啊。Hello。家里最厉害的是我老婆。